主席、乡长、秘书、各科室主管、会同仁，大家早。我这边有几个议题想请教乡长，请主席裁示。乡长，从去年的第十届第一次定期大会到现在，也将近一年的时间了。我们上一个会期跟上方会期都一直重复提起的农会闲置空间做停车场，做机车停车场，请问这个案子真的有那么困难吗？我跟听到的报告讲，这个农会这边这个停车场，目前因为我们上个会期也要经过农会这边协调，也包括我们也请人事所请总干事帮我去协调的评会的事情。目前前阵子，因为我们也协商了很久，那时候因为有的是很长时间有东西，所以没移走，所以一直在拖到现在。但目前都已经把很长时间拆走了，就把地板打掉了，然后就可以画个线，把灯光照明做好就可以停进去。乡长，我想说哈，以那个非就是你刚说的。你刚是说冷藏库吗？那个应该不用很久的时间哎。但是他里面东西主人不搬走，我们一直在催。你说里面东西主人不搬走？对，我们也通知了好几次。嗯。然后等他搬走以后，我们也通知他需要的那个移走，那个也通知了好几次。目前是移走。好，那校长，请问这个案子还要多久的时间才会完成？应该我们现在已经找厂商准备去施工。那目前进度在哪里？目前我们这几天是公告到院里，把里面所有东西移出来以后，我们马上施工。请问开始公告了吗？应该今天。今天，那我希望乡公所这边用一点心哈，就是在他们的那个入口处贴公告，还有我们的乡公所的资讯网，还有我们有个广播。对，还有广播，还有那个群组里面都要贴公，都要公告，就告知东西放在内部的乡亲，请他们乡公所这边要协助他们清运。然后呢，还要公告说，如果时间超过的话，乡公所就要用废弃物来把他们清理走。对。然后还请乡公所这边就是用心一点帮忙。那里面的那个停车场的内部啊，我这边建议乡公所可以做么字形的停车格，就是方便那个机车进出。现在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到时候我们里面是做的，请林代表来指导一下。好，谢谢乡长。再来就是，还是要请乡公所这边就是协调周边的住户，要留个那个宽走道，就是至少要一台车的宽走道。那个我们到时候会画线。方便机车进出。还有就是快乐节门口的那个，也有画几个汽车停车格嘛。如果做农会这边的话，画农会停车格，可不可以一并把快乐节前面的停车格顺便画清楚？快乐节前面本来就有停车格，但是已经都没有很清楚了。然后还要做一个指示牌，在门口告诉游客那边是停车场。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好，再来就是。我们今年度深度旅游推广活动，就是券探以及老兵回访部分，现在已经那个确定是6月1号开始实施嘛？那请问乡公所这边，相关的配套措施都准备好了吗？这个我请财经科长回答一下。好，请主席裁示，财经科长回答。目前我们是先把文宣都推广出去了。那包含在一些群组上，那还有我们会请军方那边的青浦官帮我们发放到各个单位去，那让他们知道说，就恳请家属是6月1号之后来，会有1000块的补助。那在下礼拜我们会针对各商家，就是到各商家发放宣传单，让他知道说我们消费券的形式，还有兑换的方式，还有使用方法，还有怎么和我们乡公所请款。那会在下周向各个商家做宣导，以上吧。那所以科长，你这边财经科这边是只有针对军方，就是老兵游冬营的部分，我们是透过不是，我是说你那个推广是只有这边有针对军方。券探的部分，因为比较封闭性，我只有针对新。那其他的呢？那老兵游冬营，我是透过像请记者大哥做一
篇新闻稿，那还有透过群组在发售。那目前其实群组的效果蛮好的，已经蛮多老兵都打电话跟我询问。那像我这边，科长不好意思，我这边建议哈，是不是可以会后就跟乡亲就是推广这个活动，不要等到下礼拜，因为你六月一号就开始了。是因为刚好现在是会期中，那我尽快，我请我的同事就是在这礼拜就提早做宣传。对，就是跟乡亲宣导的时候，还是要跟乡亲讲清楚，怎么使用，因为去年乡亲有的没有接到这个通讯息。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使用，也不知道要到哪里换，所以他们也不敢去收这个消费券。那有的相信是他真的不知道，所以还是请公所这边用心一点，然后对到那个多多宣导一下。是，好，谢谢科长，科长请坐。那我这边再请教一下乡长，乡长，我们上个会期有提过中柱连提八大景观，那个墙面油漆严重脱落。那我们也建议很久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乡公所这边都没有改善。这个有各大的报告，因为那个油漆好像在我应该是刚刷没有多久，应该在一年或者一年多一点而已。那个时候刚刷的油漆。那它整片都剥落了，应该也不是因为在海边海水打，包括如果台风，整个海水会打到马路上来，包括玻璃油石头都会打上来。那个会后我们也就看看，然后我们也听代表意见看看，到底要那个怎么弄。一次性的一劳永逸把它弄好，因为刮季到了，上去可能不到几个月，应该就掉下来。对，因为像刮季到了，我今天早上散步过去，我特地还在那里看要怎么弄，因为我都有个想法，我们刚好乡村有气盛的，我可以请军方或者还没再去操作看，不然我们自己找人去说，因为我们乡村还有剩下白色的油漆还蛮多，我今天早上特地来找你们看。好，我是说哈，观光客那个现在暴增嘛，而且观光客现在那么多，他去吸引一定是他必经之路，所以那边如果八大景这么漂亮，然后配上斑驳的油漆，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难看。这是我们会后我们再研究看，到时候再跟代表报告。那我这边建议乡公所这边可不可以在八大景旁边墙面上贴小石砖？我们的会后，我们可以相互研究一下，然后跟大家报告。贴瓷砖一定是当时就经费的问题。贴经费问题。对，贴瓷砖比较贵。你每一次刷也需要经费啊。这个都可以列入考虑。好，谢谢乡长。再来就是民生国宅下方减速线的问题，也是我们第一次会期提到的。然后当时乡公所这边答复我是说，我们在做灯塔路段的时候一并施作，然后还有包括水沟盖重做，但是很快的半年一年都过去了，就那个灯塔的灯，对不起，灯塔的路也做好了，那为什么减速线都还没有画呢？我跟代表报告，因为上次减速线因为交通委员们单给我们100万，所以我们一个等他们这一场就会有谁把这个时间，包括水沟盖板我们都已经做过，包括山我发现这个效果还做不错。对，比以前那个你说会滑的改善了。减速线我们应该最近，到时候你给我们这个机会以后，我们应该马上解决。那什么时候开始施作？目前我们还没上完。所以那个也要另外公开招标。对 对, 对。到时候我们需要做哪里，就我们也请代表会一起去看一下，我们到底做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该做。包括十二栋了，往那边走。到时候如果标危险地方，把密度加多做几条都可以。对，就是十二栋弯路弯进去的地方。危险地段，我们到时候我们到县里去看一遍，看他如果十二栋那边如果做那个跳动路面，我们昨天也有去问过，好像那个法律上也是安全。那个因为以前的十二栋以前有装过，它那个车子压力很容易就坏，而且反而会造成危险。我们昨天也请陈警去问。像你说造成危险，那为什么栏杆接受国小？这个我知道。门口为什么有四条那个跳动路面？如果他觉得危险的话，他们门口应该不要防止的四条的跳动路面。因为他那边毕竟是直线，是直的。那个我知道，那个是我的母校门口，我有注意到。那我们在石龙派转弯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去再去问一下，如果不造成危险，我们可以。但是以前在石龙没有装过。也相信反映说，这个会危险会滑，机车的话，同样的话，机车会滑，那如果小朋友撞到呢？
这个红灯让你可以取代上，如果代表说要装，也没问题装。好，我们会后再让你评估一下，到时候再是代表来去做这个做个现场。好，谢谢乡长。再来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乡镇考察也有到学校，与十二栋的住户后方的那个小巷道。那是不是希望乡公所这边可以规划尽量与校园一致性的地砖，然后改善十二栋后面那个就是巷道凌乱不堪的那个景象？那这边我想请问乡长，可行性高吗？做那个报告，今年可能有点困难，明年我说把列入在明年，把图书馆周边一并一次把弄好。我们明年有这个机会，就请承认我们的资助350万，但是核多少用掉，应该可以做。我把图书馆学校做好，要把图书馆到十二栋的后门一次把弄好。那个图书馆有要做什么吗？包括房屋啊，里面的设施啊，包括厕所，都一并一次的把弄好。好，那我希望乡公所这边，有在做的时候，请务必通知十二栋的那个住户，然后请他们将那个后门的物品撤离，以利施工。这个到时候还要请那林代表多协调一下。没问题。好，可以。好。再来就是乡长，我们今年度的施酒节活动，请问一下有什么庆祝活动？跟林代表报告，施酒节这个活动，我们前几天文化局派一个那个从李总身上来，他目前施酒节可能今年办的话，可能就不请市的这个朝向这一方面，因为平常市这方面平常在那头很少会看，包括这一次可能以施酒结合的灯塔这一方面活动来办理，目前他们文化局还在研究，到时候跟我们相关做联系。那施酒节是什么时候开始举办？应该是也是今年的，现在文化局已经在筹备。那所以现在连个蓝图都没有吗？我们他前几天有上来找我们开会，我们把我们意见已经跟他讲，他已经回去跟局长报告。那我是说什么时候才会举办十九节？我们想在九月，在中秋节前，因为现在因为观光客太多，一般我们下班的活动，因为包括连船票也不好订，应该我们在淡季的时候办，在九月份中秋节前。那中秋节前半为什么到现在完全没有任何消息？因为他跟大家报告一下，他前几天才来，相互跟我们跟秘书团在研究。四十九年是每年我们都要办的活动。对对，没有办法，因为他每年都没有经费，目前经费也还没给我们。那像我这边是不是可以先规划每一年要办什么？要这个四十九节是我们例行的活动嘛？是不是每一年都应该要先规划好？就是要办这个十九节要办什么主题性的活动啊之类的。那我这边有个建议啊，就是乡公所这边是不是可以比照妈祖升天祭活动，就是我们邀请台湾的小胖卡的那个美食餐车，然后呢再结合我们东引当地的美食做原优惠。这个看一下，那个包括我上次都请教过我们大概乡公所主任郑主管主任，包括到时候请他把资料那个判卡的资料电话给我们，那个应该是可以。对，就是其他乡办的活动啊，希望好的我们东引乡都可以学习，因为活动呢是一次要办的比一次好，而不是只是消化经费而已，消化预算而已。再来就是我们这几年的游客量暴增啊，那个南澳地区确实有增设公厕的必要，请问乡长你有什么看法？代表你认为说哪里还只是公厕？因为游客都找不到厕所啊。公厕应该这边应该不集中这些用啊，都那好像不免有。包括你一般商店，你要人家去消费，我认为说这个商家也要把厕所要提供给美国观光客。有的我们商家可能会在这卫生方面，厕所不愿意给人家的。那个公所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有没有指示牌可以让游客知道公厕在哪里？你说这个指示牌，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就是公厕以后在村庄里面在做哪里？你如果代表说，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提供场地啊，或者我们到时候再看。
认为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现在目前公社到这边都过月，应该过十月。可是游客来东营，他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地方让我告诉我说哪边有厕所可以使用。旅客来，观光旅客都有导游在那在。那散客呢？散客的团购，他到饭店里面也可以用，包括他像那个一般的商店，我们去买东西啊，去吃东西，应该商店都要借给他们使用。好，我觉得会这个会后可以再研究一下。再来就是，我希望就是乡公所这边啊，请你们就是一定务必要真心爱东营。好，乡公所这边是不是可以规划南澳全貌蓝图计划书？然后呢，再区分部分计划书。然后再来向各部会首长争取经费。乡长，你心中有什么方案吗？那个跟大家报告一下，这边一方面的话，我们你所设计的全貌这个蓝图，也就是包括是，我们整个社区啊，全东以上的规划。这个我们本来我们就做你设计的，我们今年所做的就是从公路下面先往上面，这个我们今年会陆续，但我们还会逐年在。那今年度有什么规划？我们今年会，我们这个会从中路下面一路往上面就整体的景观的一个。所以就今年度只有做中路。我们会往中路往上做。往上做。我们到时候怎么做，我们会请大家，然后我们一起去研究看怎么做。好，谢谢乡长，请坐。